是你吗？武装过的自己，坐在对面的灯下。我离开哪里呀？穿过的一些苦，它没有让我却步。嘿，我走过来吗？并且很肯定的，要比从前更勇敢了。这千万个他里面的他，也试过要说服自己，翻一页翻过去就放下，这么说你懂吗？这千万个他里面的他，拥抱苦不完美的他，可明白想要的是什么，这么说你懂吗？这些年的我啊，心已柔软的，起了很多的变化。哦哦哦，就像回音照的山谷，我还在找带我完全去的路。那些迟迟不肯原谅的啊，都想要跟他们和解啊。这千万个他里面的他，也想过要说服自己，翻一页翻过去就放下，这么说我想你懂吗？这千万个是什么？这么说我想你懂吗？把反锁的门打开吧，把你想去的地方走吧，成为你渴望成为的那个他。把反锁的门打开吧，往你想去的地方去吧。学不走起，翻一页翻过去就放下，这么说我想你懂吗？世界万个他里面的他，他里面的拥抱过不完美的他，看明白想要的是什么，这么说我想你，我想你。我看见你走过来了，嘿，你也敢从这说再见了，嘿，朝着想去的地方去吧。你是千万个他里面唯一。
这个的感觉，哦，好好听啊，真的吗？谢谢我们三周年，真的太感人了。不是娜姐感动到我了，你怎么没有哭？因为她没有听懂这个普通话。有请我们的三位姐姐、三位舞者共同来到舞台上，这边请。各位，刚刚我们共同欣赏完三位姐姐为大家演唱的非常好听的《他他他》，那在这里也隆重的介绍一下带来精彩舞蹈的三位舞者，让我们掌声感谢中国歌剧舞剧院王嘉欣、广东歌舞剧院领衔首席王敏锐。以及我们的青年舞蹈家朱景慧共同带来的动人舞蹈，谢谢三位的精彩演绎，为我们这个舞台加分了特别特别棒的表演。辛苦了，谢谢。谢谢三位，请三位稍事休息一下。真的非常好听，而且非常感动。那三位在选这首歌的时候有什么想法吗？我就是还想跟小美合作。所以知道是他也选了就特别开心啊。后来谢娜也加入进来，所以我们的这个组合就叫恭喜娜塞，恭喜娜塞，恭喜娜塞，太有梗了，是什么意思啊？对不起，哦，对不起。三位合作的时候感觉怎么样啊？谢娜基本上每一次从走台到演出，她每次都会含着眼泪，经常都控制不了。哦，我今天有忍住，因为我前几次一哭就嗓子会涩嘛。因为这首歌它是讲的女人的一个蜕变，对。然后三位舞蹈家真的很棒，我那句话我嘿，我看见你走过来了，嘿。我看见你走过来了，我就好像看到以前的那个朝着自己的梦想前进，可是不知道未来是什么，但是一直无畏的向前那个自己。对，哎，他终于在表达自己了。小美呢？谢谢啊，谢谢。我自己变你特别 ，no， 你们 complex， 自卑啊，自卑啊，自卑。我爱你，小美。谢谢，我一个人来中国，大家认识我呀，大家大家说所以我。有一点即兴。OK， 我连起来可以知道了。我本来很自卑，然后过来这边大家认识他，喜欢他，然后他多了自信。对，我喜欢中国。